要直的，还是要运气不好了？人家现在打三号打进定杆，在这边就好了。做呛死给你打九号，那你要直的，还是要炖两颗？四级了嘛哈，可以了。来金嘉义。抗压性啊，真的不准！你这球没有选择嘛？打三号完了母球再回来嘛？对啊。可是因为母球回来的方式有三种。哦，哪三种？一个是我可以这样推杆两颗星回来，是。另外一个是直接直的拉回来，另外一个是摆在这边一颗星拉回来，有三种。所以你看你哪一个方式应该你最比较有信心？对，我在考虑这个东西。你的出杆应该是直接拉回来比较有信心。喂。第三个位置都可以，因为三号在九号在中间呢。九号母球停在那边，灌球。对啊，这样都是两个。那这样回来不管到哪，九号留吗？然后三号没进，没关系。不行，那你就直啊。他直，金嘉义的三号是肯定会进的，看他现在母球怎么回来而已。嗯。好，我要这样。OK， 这样干决定了，决定了。好，路线要怎么走？一颗星，一颗星，一颗星回来。嗯。三号薄球尾带一颗星再回来，对啊，要两颗星，看你的。可是你比较准，比较有。OK， 那你就帮，那你角度再拍一下，这是我拍的。他现在是这个状况是紧张吗？紧张，对，紧张。因为这个没进，他们就已经输。哦，两颗球在桌上，总有一颗可以打。哦，好，打三号，压力比较大。啊！我这个他刚是在家骂那个韩国的那种，叫，所以看你哦。好，这个准度竟然没有进去的话，自由球都没有把三号打进去，有点可惜了。接下来金嘉义，打六号，嗯，你母球要放了，土城母球随便，不要在这边让他吃五号，好，因为他吃完就盯八号，好，魔王说不要让他吃五号，打六号，啊 ，Q， 哦耶，六号，哎，为什么留那么多？好，我要还是打八号，打八号，母球尽量啦，控制在一颗心上。好，尽量，很好。不知道，因为八号这一颗不好打，但是有八号可以打。因为我放不到。八号跑尾带，球都打不进去。好，打八号。哇！上帝啊！这个球八号进的话，还是 kiss 到六号的一点点薄到的六号而进去的。好，刚刚八号是进的是很漂亮，但是我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哦，好像有一点点杆子哦，有一点点碰到七号球。是有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先问一下金嘉义有没有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一点点是移到很多去了。有碰到吗？如果一碰到的话，这应该算是来陈真，这应该算什么？犯规，犯规球，白线自由球。嗯，母球病人还是要拿到白线嘛，当自由，那八号要拿出来。哦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刚刚我们打从打八号球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有没有杆子碰到七号球？来看一下。确认是真的有了，是有